2021年藏历新年和农历新年恰逢头一天，在新年来临之际，十一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、中国新闻社和中国西藏网，向海内外藏族同胞送上新年祝福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我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、中国新闻社、中国西藏网，向海内外藏族同胞们致以春节和藏历铁牛新年的祝福。过去的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，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的原则，举国同心、全民同力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显著成绩。这场疫情让我们更加懂得生命的珍贵，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健康、平安和快乐。这场疫情也让我们更加明白，全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。过去的一年，我走访了西藏很多地方，看到了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的新西藏，看到了人民生活安居乐业、充满自信的新西藏，看到了天蓝水碧、文化丰厚、宗教和睦、人心和顺的新西藏。我内心充满喜悦和欣慰。美好的时代、幸福的家园不是自然而成，我们要感恩国家，感恩千千万万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。我们要敬畏因果，约束心中的贪嗔痴和一切的分别心。我们要发大慈悲心，多做对国家、对社会、对人民有益的事情，珍惜和过好今生的幸福生活，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、万水千山，如此才能积德，厚德才能载福。人类的抗疫斗争仍然任重道远，我们应放下分别心，共同应对疫灾。祈愿新冠肺炎疫情早日平息，让我们共同祝福世界和平、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众生喜乐。祝福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，并有新的收获。扎西德勒。